查理克现在极废啊，他要被 remake 了吧？他要被重做。我记得 Riot 有讲，就是这个版本，这些版本，这个版本很多旧的角色要重做，可是应该性质都不会大改啊。像艾希也是重做过啊，然后最近还有什么角色重做？崔斯塔那也是重做啊，也不是重做啦，技能有修啊。塔里克技能修一修应该还蛮强的，我还蛮喜欢塔里克这个角色，够嘲讽，而且他就是标准能坦能补能打的那种。他被削最惨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晕吧，那个晕太弱了，之前晕很强，然后这阿木想跳 gank 没跳成功，结果就进来了，看到这种。我就知道他是想跳 game 没跳成功。Google 小姐跟练才不见了，又不见啦！测测看，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没动啊，他应该又是生气跑不见了。哎呀，真爆了、欸！他完全不屌我哎、欸！完完全全的不屌我哎、欸！可是他刚刚有人订阅不是吗？有人订阅他有叫啊！今天应该就开到比赛开始前、啊，晚上七点前，差不多。为什么他坏啦、啊？为什么？我操嘞！别玩我！哇！喂，我们鲁智很强。爆啦！妈的！妈的！我在弄这个东西，然后他在那边抓我。干你老师嘞！미니언들이생성되었습니다欸，我觉得他暂时挂啦，他真的不屌我欸。欸，为什么小兵变了？为什么小兵变了？穿 skin 欸，啊，林北又练财啦！有。可是为什么图案没跑出来？
啊，西吧。打不死。我超会尾刀欸，巴德 AD 算啦、啊。好麻烦哦，这个先不要走那条了，拍谁？我等一下打完这场，我再调一下。哎、欸，怎么那么短？我刚不敢凶那个 AD 是因为我怕 jungle， 不是怕 jungle 啦， jungle 刚刚在上露头了，可是我觉得我也杀不死他，就是怎么下路看起来要死啦、啊、林老师他妈的西班龙马来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刚从哪来的？哎，他从哪来的啊？他是闪现上来吗？哦、我刚那个普雷真的超屌的耶，那个瑟雷西自以为那边八七瑟雷西来的，那应该不是在拼我问号啊，他是在拼这雷奇不见了。哦，霸气。这希尔 Q 的还蛮准的，我觉得。哇！走走走走走！我操嘞，怎么还有剩 ？Nice！ 我这个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怎么变我啦、啊？我这个哦，我这也是醉啦、啊！我操，哎，为什么闪现杀了？哇哇哇哇哇！
打！啊！我感觉有点亏啊！我刚刚是不是不应该跑走啊？我刚没想到那个瑟雷西竟然闪现上来平 A 我们家西维尔，我以为他要打我，啊，我好像不应该跑走的。欸，为什么今天这是被改过是不是啊？为什么我今天这么难瞄啊？我今天感觉特难瞄欸。还好还好，7-11还有得打，只是我们这上路爆炸啦。欸，他看起来就是不会玩纳蒂鲁斯啊，竟然出这个废装。下一场我来表演给他看，我玩上路纳蒂鲁斯给他看。被鲁兹一个超级酱油零作用，酱油到我都不想讲了，他连 TP 下来的意思都不想，他应该是没 TP 啊。这边是双拳球流，超烦的。会哦 ，CB 鲁。超强！我超强！我超强！有没有兴趣打职业啊，巴德？真是不虎的那种欸，我怎么那么猛啊？哦，我们刚刚瞬间就拿了四个人头，哎，好爽！7-11变成11-11，还收一楼啊！可是我们中路要死了。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啊，上路爆了。我没差。哎，为什么那里我是不动？这也真的是蛮可爱啊，这个 TF。Nice。TF 超奇怪的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那里我是超奇怪的。我不知道在忙什么，他刚刚是跟 CAD 撞在，跟那个谁撞在一起了吧？帮他，帮他，帮他！有没有人可以帮他？你怎么不扒塔下？哦，叫闪现了，好，还行还行。感觉你就扒塔下，然后躲那个闪现就好了，闪现那个勾就好了。我刚刚想要晕那个 TF 啊，所以我刚刚一直在敲我屁股，就没想到屁股没敲好，就没晕到了。他要回吗？等一下再吃啊，西吧。
要丢到那个晕，需要调一下位置。你他妈的，我被抓走！干你老师嘞！不！哎，我 Q 没出去，干我出去他就死了。为什么这 AD 不打跟人打、啊？大木出去干嘛？等一下，干这 AD 好废啊！极废啊！而且，干我刚才 Q 出去就双杀了，不是双杀，就可以杀到了。还差多少？1000对不对？我记得和尚就要1000，1050。啊，怎么又被人家追三个头啦？干AD 这装备，我看我都哭啦，他到底想干嘛？不是他到底想和什么啊？AD 的装备，他到底想和什么？难怪他刚刚伤害不够，但是装备我真的看不懂他和什么、啊。帮中啊，那个一定会再 gank 一次中，对方 jungle。哦，不是啊，为什么要浪头？妈耶，87耶，烦死了！那阿木在干嘛？没有人杀人，杀到一半就跑走的啊。TF。我这个地方最好是 get 得到。他没开鬼跑，不是阿木刚刚干嘛跑下去啊？没必要的事情，吃这个也超危险的，我觉得。我们三个废人，别啦！啊，乱抠。阿木，这是个 MVP， 他是白痴是不是？这上路真的是脑袋不止一个洞哎、欸！刚那个抠龙就不好，那个抠龙不好就算了，那个 TP 更糟，那个抠龙不好就算了，我觉得死阿木就算了，反正就再掉一条龙而已，对不对？
了不起就是一龙跟一龙吗？这个 TP 真的是，这女朋友在对面是不是啊？哎、欸，他出这个装真的是废到一个不行哎、欸！啊，我们西威尔在干嘛？怎么会分推啊？赶快下去吧，不然感觉他要被蝎子单杀。蝎子现在可以单杀的、啊。不是啊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我们可以开中。哇，这个空档！那队伍是在干嘛？他这也是逛整场的。然后我们一直打一个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们一直打一个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为什么我们可以一直打一个坦克呢？他不会扣血啊！十三个头的蝎子，十三个头。先出黄双刀的 CBDU， 嗯，先出红双到底是什么概念啊？我们 ADAP 伤害太低啦。那个肾只有一个物防 ，AD 就打不动了。你们乱出装，这边先出红双刀中血哦。为什么不打、啊？好死啦！他可以站在那个位置去吃兵，真的也是够屌的。这个中路，那对方就摆明了强抓加速，然后还要站在那个位置吃兵，乖乖抬塔下是不是不行？是不是？操他们！不是你呀、啊。超级没伤害，没魔哎！哦，感觉这一趴，这个会战，他要起飞了，拿了两个头哎，还是一个是加三百。还行还行，这回战。哦，而且西威尔有 IE 了 ，nice， 他是一个西威尔了，他是一个正常的 AD 啊。我们现在只需要再打几个小会战就好了，而且我们龙没有掉很多啊，反正就一直打架，只要这个纳蒂武斯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会变得越来越强壮，就跟喝了克林奶粉一样。哎、欸，我是被 DDOS 吗？为什么刚刚不能按？白痴哦、喔，谁又在扣巴龙啊？
没惊到，妈了个逼！哦，算得刚刚好。赌一百中路会被抓。呜！吸吧，好猛哦！我们伤害够吗？啊啊啊！啊，好险！啊！啊！哈哈哈哈！跑啦！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觉得拿到八龙经济就值得了。OK 的，我可以接受。没有八龙没关系，只有我有没关系，拿到八龙就值得了。为什么刚刚断了啊？这塔感觉守不住啊。哦，我真的是神准晕呢、欸！他真的以为要跑得掉，对不对？他知道我是谁吗？他知道我是巴德吗？他知道我是巴德吗？I'm watching you.逆转啦！而且我八龙哎 ，nice， 带着这个超级小兵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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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救命！救我！救我！救！帮他、啊，这不是退的问题啊，呵呵，这是有人要死啦！有人要死啦！满装了，满装了，再出个 GA 就满装了。
走，下路下路。拼个屁呀、啊！四秒都要。这个啦，妈一直要灌人家直肠这个。But go， 他们要换装啊！白痴，这兵那么远，先点掉再说。我回，我回，来得及啊！这小兵，小兵根本就不够，就是应该说他们根本就没办法。你就点掉啊！啊，点掉，然后嘞，啊，点掉，然后嘞，你他妈拿我空弹！我们西北人来，我们西北人来干！干！真他妈没！守护巴德，守护巴德，我太猛了，啾啾！打了老半天，我想说我们西维尔嘞，有个低能儿的，他只要回来打这会战，这会战稳赢了。我刚打到一半，想说我们伤害怎么那么烂啊，还没有杀掉人。有个霸气呀！嗯。